选，现在一直被认为说，是赖清德民间友人的童子贤，最近刚刚讲，他说他以前反核的，可是他现在不管怎么样，算来算去还是觉得，要发展核电，发展核电，大家讲那个电还是很贵了。他讲了一个数字把我吓一跳，他说台电一年亏损，因为你现在用很多的绿电，你现在买很多的天然气，而且这些天然气还有很多的这个碳排放。他说台电一年赔掉的钱，就等于我们的国防预算。对，宝林哥，首先童子贤这个人身份特别，因为很多人讲说他是赖清德的友人，但传出来的消息说他原本应该是赖清德的什么行政院长嘛，就是原本有考虑要找他当行政院长嘛，所以他讲话的分量不是一般的。但好，今天童子贤对台电开炮，总共提了两件事情，但我先问一件事情，台电背后是谁在提的？背后是王美花嘛？那王美花那时候为了一个台电董事长、总经理的事情闹得纷纷扰扰，是蔡英文政府在力挺的。所以今天童子贤如果是原本赖清德有意行政院长身份，跑去骂了台电，跑去骂了现在蔡政府的台电，所以这代表什么东西？代表未来赖清德的能源政策是不是有意要跟过去的蔡英文，也就是非核家园，也就是所谓的绿能到底？做一个完整的，因为你质疑的是蔡英文，对嘛？你再做一个断点嘛？来，我们现在在看到童子贤他讲什么？第一，他说台电的亏损不要被账面骗了，比如说账面他讲2022年2675亿、1985亿、1850亿，童子贤说什么？说错了，因为他还有隐形负债。什么叫隐形负债？请问一下，台电它的燃料它的来源是来源哪里？中油，中油嘛。他说，所以中油它那个2000多亿的亏损算在中油的财报里面，但实际上应该要算在谁呢？台电的亏损，算台电的亏损嘛？是中油帮台电吃掉的。所以两年好，我们加起来总共7460亿好了，7460亿，7800亿。请问一下，平均起来一年亏了多少？3500亿，那刚好是什么？我们的国防预算。所以他也是这样嘛，他说你台电每年这样亏，每年亏，连国防预算都被你亏掉了。他讲说不只是这样子，你台电一直在吐槽，一直在反对核电厂，比如说你举的是芬兰的 OL3， 对不对？讲说他额外支出浪费一大堆钱，就童子贤说什么？他说错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核电它的整个役期必须要用60年来计算，如果平均分摊下来的话，它根本耗损不到多少钱，而就算一度电3块。他一台电讲说什么？3块也很贵啊，3块这个价钱，你竟然也是跟我们平常大家买电的价格差不多啊！你知道童子贤讲说什么吗？比天然气便宜。对，不是他讲一个重点，比天然气便宜就算了，他是问，因为今天如果核电厂来去作为一个应急，来去作为一个补足，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虚量竞价？我们是不是就不用跟民间买那个一度高达12块钱的电？请问一下，童子贤去支持核电代表什么意思？我听起来像是，未来的2024政府很有可能会往这方面去转型发展。政治观点、独家内幕、国际趋势、财经焦点、重案解密、火线搜集，全方位爆内幕，话题不设限。我是张兆和。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，周六周日决战关键，等你来上线。